大家好，我是人人旷课讲师穆金龙。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策略呢，是 MACD 加权平均线的一个组合模型啊，它是两个指标的组合模型，然后它是使用在4小时和日 K 线，然后它的品种呢有螺纹，然后有玉米，有玉米淀粉，还有棉花、热卷、铁矿、焦炭、豆粕、橡胶和护心甲醇，差不多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个品种。那我们在编写这个文化模型的时候呢，你可以将参数内置啊，事实上这个参数内置的形式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把它当成一个局部变量，把它写入进来，或者说呢，你可以直接在参数列表当中呢，去把它声明和进行一个赋值。啊，这里呢，我们用到的是参数内置。那么首先呢，参数呢，先是 MACD 这三个参数，第一个就是 first length，就是一个快周期的一个短周期的一个参数，是默认是12。然后 slow length 呢，是它的一个慢均线的一个参数，是26。然后还有个 MACD 的一个参数是9。大家都知道 MACD 呢，它是由两条线组成。一个是快线，一个是慢线，还有它的红蓝柱，就是红绿柱，表现的是它的一个力度。然后下面呢是它的均线，均线的话就是一个相对较短周期的一个均线和一个相对较长周期的一个均线。这边用的是50和120，然后这个止损呢，是一个参数，就是用了5%的一个止损。那么总共呢是用到了6个参数，其中呢有一个是资金管理参数和两个均线参数和三个 MACD 的指标参数，然后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 MACD 的一个计算公式。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算公式，它计算的是 MACD 的，就是两根快慢均线的一个差值啊，两根快慢均线的一个差值，用的是这个指数加权平均值啊，用的是 EMA，然后短周期呢减去它的一个相对较长的一个周期，也就是快线减慢线啊的一个差值，后面呢是 MACD 的一个均值，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把这个差值呢进行一个一定周期内的一个取它的一个平均值啊，将我们上面的这个计算的两根均线的差值，然后进行一个平均，取平均值，然后再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红蓝柱的一个运算啊，就相当于是我的 MACD 的一个两根均线的一个差值呢，减去我 MACD 的差值的均值啊，差值的均值，这样的话你就能得到一个力度啊，MACD 呢你就能得到一个力度，就是我们的红蓝线，也就是它的一个多头的一个强势和空头的一个强势程度啊，就是我们图表上所能看到的红柱和绿柱啊，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下面呢是均线。均线的话，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算术平均的一个简单平均线的一个运算啊，就是短均线和长均线。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个公式什么意思呢？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系统函数呢，它的意思就是相当于是取满足条件 code 值的 x 值，也就 x 值是哪一个值呢？就是这个值啊，就是我们的开盘价，也就是说，当这个条件啊，前面这个逗号前面这是一个条件，然后后面这个是取值。当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发现买入信号的时候，我们取当时这个买入信号的开盘价啊，去买入信号开盘价。事实上，我们也是用次根棒线进场嘛，所以说这个也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进场价格，所以我们把这个买入价格保存进来。这个公式呢，我们在开发这个模型的时候呢，用到的这个系统函数呢，是经常会使用的啊，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系统函数啊。比如说我们它这里面就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发现多头信号的时候啊，我们保存这根棒线的它的相对的一个价格。啊，你不光是可以这么写，你可以帮当这个，当你的其他条件，比如说，当金叉死叉的时候
哎，你要保存相应的一个数据，比如说当它两个日均线金叉死叉的时候，哎，我要取它的一个日期，或者说我要取它的一个价格啊，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变形的一个处理。那么这个系统函数是非常非常应用广泛的这个系统函数。我们这里呢是首先呢，我们把它的这个多头开仓价和空头开仓价呢，然后保存到这个变量当中去啊，变量当中去。然后下面呢进行一个运算，就是当这个 MACD 的这个差值，就是我们刚才算的两根均线的一个差值，快慢均线的差值呢大于零，并且呢这个是并且符号，并且符号呢它这个就是也是跟 and 是同一个意思啊，你也可以用它的这个并且符号。啊，和 and 是同一个意思。然后，当这个两根快慢均线差值大于零的时候，说明它是现在是一个多头强势的一个情况，就是快均线在慢均线上方。然后下面这个呢是均线，均线是短周期均线在长周期均线上方啊，也就是多头排列。那么然后呢，你这里计算了一个就是两根快慢均线的差值呢大于它的这个差值的均值，一定周期内的一个均值啊，所以这就是 MACD，就这个就是它的两个这个就是我们的红蓝柱啊，当时大于零呢，表示它现在是红柱子啊，红柱多头市。然后还有条件呢，就是它的一个最新价格收盘价格呢，要大于它的短周期均线，并且呢上一根均线的价格，上一根 K 线的价格呢，要大于上一根 K 线均线上一根均线的一个价格，短周期均线的一个价格，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描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市场呢？描述了一个多头的一个市场，啊，然后下方呢是正好相反，描述了一个空头的一个市场。那么空头市场呢，就是 MACD 的它的这个差值呢要小于零，啊，就表示这两个差值呢现在是这个快周期均线在慢周期均线下方，并且呢就是均线呢它是一个空头排列。然后它的红蓝柱呢是绿柱啊，这个是描述红蓝柱的，红蓝柱它是绿柱啊。然后它的一个最新价格呢要小于它的短周期均线，并且呢上一根棒线的收盘价大于上一根棒呃小于上一根棒线的短周期均线，这样的话就描述了一个空头市场。然后下面呢它就是一个开仓条件的一个形成，就是。然后，BKVOL 这个系统函数呢，是返回当前的多头理论持仓啊，当前多头理论持仓返回等于零呢？返回零呢，就是表示没有这个多头持仓。然后，并且呢，我们刚才满足了我们开多的刚才的一个市场描述啊，就是开多的一个市场描述啊，然后开多。然后下面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实盘当中呢。尽量是要加上这个下面这一段的系统函数。这个系统函数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去根据不同的方式啊去进行委托啊。有的朋友呢，他喜欢就是用最新价委托，或者有的朋友呢，他就是为了能快速进场啊，他就用对手价，直接对手价开仓让一个跳进去。还有呢，就是用限价啊，都是用这个系统函数呢来实现的。那么这个系统函数就是当哎我这边有多头信号，然后我用最新价进场。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下面呢，这个是空头，就是 SKVOL 啊，就是空头的一个持仓量，理论持仓量，就是图表的上面的一个持仓量啊，它等于零，就是当时没有空头持仓，没有空头持仓，然后并且呢，也满足我们刚才描述的空头市的一个条件啊，然后开空。这里呢需要注意一下，就是 SKVYL 呢和这个 BKVYL 呢，它们都是取的绝对值，因为我们在其他的，比如像 TB 或者金字塔还是 MAC 啊，如果是空头持仓的话，它返回的是一个负值，但是文华里面不是，文华里面取的是绝对值，比如说空头持仓呢，我们持有一手空仓呢，它不是负一，而是一个正一啊，所以说这个地方要了解它是取的是绝对值啊，所以我们在编写过程当中呢，不要把它写错，比如说。那我们要平仓的时候，有可能啊，如果我们在 TB 上，有可能就是 VLI 小于一啊，小于零
啊，这是错误的，在文化当中，在文化当中错误的，应该如果说我们要检测有没有多头持仓的，有没有空头持仓的，应该是是否大于零，因为它取的是绝对值。然后下面的这个系统函数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刚才上面讲的，就是我们用什么方式进场啊？我们是用最新价呢，是用委托价呢，还是用这个对手价呢？都是在这里进行一个描述。首先呢，我们先确定这是一个开仓信号，然后用最新价进场。OK， 这样开仓就算完毕。然后下面呢，下面是这个 BK VOL 就是我们现在要离场了。离场的话就是，当我们检测到我们有多头持仓大于零，并且呢我们前面的就是取上一根棒线的这个快 MACD 的差值，就是快半均线的一个差值如果小于零，就是说它的差值就小于零，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是快周期均线在这个慢周期均线下方形成了一个交叉，形成了一个死叉就是这个意思。或者呢是这个这里是一个或者的条件，这是前面的前置的一个条件，后面还有一个条件，那么就是当我的上一根棒线的这个短周期均线小于相对于较长的一根均线，也就是形成一个空头的时候，空头排列的时候，那我也平仓。那么也就是这两个条件呢，前面这一个条件和后面这个条件，它们中间的关系呢是 off， 也就是说我满足其中一个，或并且我有这个多头持仓情况下，我就会平仓，然后我就会平仓。然后下面呢，这个就是空头，空头的话也正好相反。然后我们看这里是 SKVYL 大于零，表示有这个空头持仓，然后并且呢。这个 MACD 里面的两根快半均线呢，它形成的是一个金叉就相当于是在上方是一个多头，是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会出场。或者呢，我的短周期均线在我的长周期均线上方我也会出场这两个条件满足其一就会出场，因为它们中间关系是 off， 然后买平空头出场这是它的两个，就是这个算法的一个。基于他们就是策略本身的一个算法的开仓和平仓，然后还有就是资金管理。那么资金管理就是下面的一个止损。止损的话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有空头持仓，并且呢最新的最高价格要大于我们当时前面保存的这个开仓价格比如说卖开仓价格，我现在前面这个是有空头持仓嘛，然后我最新价格如果大于我的空头开仓的这个开仓价格乘以一定的比例，就是一加上我刚前面参数设置的这个 5% 然后就是一加上这个 5% 乘以 0.01， 然后我平仓，也就相当于我设的是一个 5% 的止损这只是一个计算公式。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处理，就是把它做成一个这个百分比的一个处理。因为我这边呢用的是一个5，然后乘以 0.01， 不就是5% 吗？5% 一加5%也就是相当于 1.05， 1.05 就是 105%， 然后卖成价乘以 105% 乘以 0.05 的话，就是我只能接受 5% 的一个亏损。所以我这边就进行一个空头平仓。然后下面呢我们用了一个这个实盘操作的一个这个委托价格。下单方式下单方式当我们检测到是空头信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这种价格呢进行一个出场。那么我们上面呢这个出场呢用的是它的系统给的一个函数，就直接能获取到最新价。下面呢我们用的是一个限价方式的一个出场，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式移到下面来，我就以最终计算出来的价格呢出场。然后这个地方呢要进行一个比较，就是说我当前这个价格呢，如果是在直接就是这根棒线呢跳空到了我这个止损线上方呢，我就直接用这根棒线的开盘价出场。如果它是盘中击破呢，就是我就用这个价格出场就用这个我的止损线这个计算公式这个价格最终计算结果呢出场。
然后下面这个呢，就是 BKVYL， 就是多头市场。多头市场检测到了之后呢，我的最新的这下面这个价格呢，如果小于等于，哎，买入开仓价乘以一减去，哎，就是我的 5% 的一个亏损，哎，如果满足的话，哎，我就这个平多。平多呢也一样，我的委托方式呢依然是一个限价出场的一个方式啊。当我检测到这个我的一个多头平仓信号，然后我就以后面这个公式呢计算出来结果出场。那么也一样，如果说我的这个棒线呢直接跳空低开到我的这个多头止损线下方呢，我就用它这根棒线的开盘价第一个价格呢直接出场。如果没有，只是盘中击破的话，那我就用就是买入开仓价乘以一定的这个百分比例，然后止损价格计算出来止损价格进行一个出场啊，就是这样。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模型呢，它拥有它的这个资金管理和它本身的一个技术性出场啊，技术性进场。然后下面呢，这个就是启用一开一平信号过滤机制，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这个加仓的啊，不存在这种加减仓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用这种信号过滤啊，如果你要使用加减仓的话，比如说我后面如果说我要跟上一个手速，比如说我两手，那么两手，或者说后面跟一个手速，不管是几手啊，你这样检测一下，那就会发现过滤模型不支持自定义手速，也就是不支持加减仓，也就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加减仓背后必须有手速，我们这边手速还没有写完整。如果我们拿掉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加减仓模型。好，测试成功，这就变成了一个加减仓模型。如果我们自己不存在加减仓的话，就直接可以使用这个过滤机制啊，后面不要跟手速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你想要设置手速呢，你可以在你的这个运行模组里面进行一个设置。在哪里设置呢？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并没有在代码中进行手速设置，我们在哪里设置手速呢？我们在这个运行组合测试，然后我们新建一个随便一个吧，然后选择模型，然后 MACD 加权，下面那这是它的一个参数，我们是内置参数，所以说这里是没有什么可调整的。你也可以把参数直接放到这个里面来。然后这里面需要指定一个交易合约，我们选择主力合约，这就是下单手速就是在这里设置的。这里有写的很清楚，过滤模型的开仓手速、加减仓手速、余分的手速用 MyVelo 应用啊。事实上加减仓手速你可以直接把它设成参数，在这里设成参数进行调整，不需要在这里调整。但如果你是过滤模型手速呢，你就是没有设置参数进行调整的话，你就在这里设置就可以了。然后你设置的手续费率啊，这沿用这个回测信号，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个加载进来了。当前面有对勾的时候表示已经加载成功。然后但是我现在没有登录这个交易账户呢，所以交易连接是中断的。如果说你在实盘当中呢它这个交易连接呢是这个就是连接成功，那你表示你就不用管它了，它已经开始实盘交易了。然后你可以把它关掉，它就你可以在这个左下角这一块全自动模组运行这个地方来点开它啊，可以实时的关注它。它如果有信号的话，它就会在这个地方会有提示，后在日志这个地方它会告诉你最新的一个交易动态，也会在这里显示。或者你直接可以看到在我运行日志，然后信号记录、运行日志、信号记录啊，这些都会有。然后你可以把它保存下来。那么这个模型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这个模型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这个模型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在实盘当中呢，我们尽量是可以使用这个，以保证这个，就是说，以保证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下单信号呢，下单的这个价格呢，能有力的成交掉。这里用的最新价，你也可以用这种限价的方式，让它成交。这个价格呢会比较灵活一点啊，一定要熟练使用这么一个设置 SIG 指令的委托方式所以这个函数呢，你在以后自己编写这个文化模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直接调用在实盘当中呢，你就可以用你自己想用的一个价格方式呢，然后委托方式呢进场或者出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一个测试吧。这个模型的测试的话，就是组合测试这一块。我一般测试呢，是因为我要测试多品种嘛，然后我就用这边的组合测试。组合测试呢，我可以添加，然后 MA 这笔选择模型，选择模型，我就这里选择，选择好之后呢，在选择模型之后呢，你要选择品种，你选择品种呢，你要下载一定的历史数据，那么历史数据呢，在哪里下载呢？历史数据是在这里，就直接选择你品种右键，然后图表右键，然后补充历史数据，然后这里选择周期。如果你用的是十五分钟以下的一个周期呢，那你就补1分钟数据；如果你用十五分钟以上一日线以下的，那你就补充15分钟。这样的话，它就会，这是它的基础数据，都会构成其他周期的数据。比如十五分钟的，我能构成30分钟、1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是从十五分钟构建的。十五分钟以下，比如5分钟、10分钟、3分钟都是从用1分钟数据构建的。如果用日线以上，或者说像周线啊、月线，它都是通过日线周期这个数据来构建的。所以说，你要，比如说你要构建1个小时周期，那你就把15分钟数据呢补充完整点击下载，下载呢它会下载一段时间的。然后如果你想下载全部，点上这个对勾，然后全部下载，就可以了。它会直到下载完毕为止。可以了，下载完毕了。好的，下完毕呢，那我们就拿这个股指期货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绩效吧。那么股指期货的一个绩效，首先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号区间呢是从18年到18年1月4号开始的，到今天。那么我们可以这里设置一个就是信号计算时间我们把它设置到10年吧，13年，对。上市应该是13年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日线的一个情况，然后右键呢，我们进行一个模型回测。这里呢我没有设置滑跳和这个保证金，这是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回测结果。然后我们这里在哪里设置呢？在你这个编辑这里面，然后设置期货回测参数。添加回测参数，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合约，IF 加权，IF 加权，然后这里设置几个滑跳，设置成2个滑跳，或者说0.5的手续费，然后这样就 OK 了。然后我们把模型重新加载一下。然后模型加载进来之后呢，然后进行一个回测。注意看，我们这里的滑跳和这个手续费就已经设置好了。绩效，因为它是日线，它不是一个短周期的一个交易频率，所以说这个对于手速呀和这个滑跳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如果你用这个，比如说1分钟、5分钟呢，那么这个滑跳呢和手续费呢会非常的这个严格也会非常的这个对你的这个交易绩效呢影响会非常的大。我们把它放到5分钟周期上来看一眼，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这个交易频率呢，都会非常的高，整个这个交易频率呢，会非常的高，然后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迹象，我看一眼，首先呢，这个是信号开始14年开始，14年开始，然后手续费呢，我们设置是0.5万0.5，然后滑点是2个跳。滑点2个跳的话，然后看一下绩效，绩效其实还是可以凑合吧，凑合吧，在没有调整参数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不错的，
那大概呢就是这么多。那么这个模型呢，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人人宽课讲师穆金龙。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策略是区间突破加动态止损的一个策略。然后这个策略思路呢，强化老师他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么我这边呢，我主要是讲这个文华的一个编写。这个用周期呢，它是一个通用周期呢，主要是用在小时啊、一小时啊、两小时、4小时啊这些的，然后30分钟周期。它的交易品种呢，它有沪铝、沪银、沪铜、铁矿石呢、鸡蛋PP，然后螺纹、橡胶、白糖 PTA 呢和沪锌。然后这个策略呢，我们从整体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代码非常简短，然后思路呢也比较简单清晰。就是说讲起来呢非常简单，我们就大概先看一下，然后我们来重点主要是讲一下这个测试这一块。首先呢，我们先把它的这个参数先把它这个定义和赋值，然后如果说你想把参数放到这边呢，也是可以我们这边用的是内置参数。那么参数呢有4个参数，一个是短周期的一个参数，然后一个相对较长周期的一个参数。然后就是一个止损的跟踪止损的一个比例是三，应该后面会把它做一个转化成3%，也就是3%的一个止损。然后这边用到的一个 N 值呢是一个系数这个系数呢后面我们会讲到。然后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行代码，第一行代码的话，它是这个 TR，也是真实波幅的一个计算。真实波幅的一个计算呢，它就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它是最高价格呢与最低价格的一个差值呢，然后与这个上一根棒线的收盘价减去最新价的一个差值，然后取最大值这是获得了第一个我们要的数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上一根棒线的收盘价减去这个棒线最低值本根棒线最低值，这又获得一个差值。然后这两个差值呢，进行一个比较，取最大值，那么就是我们要的这个真实波幅，我们要的一个真实波幅。然后下面呢是短周期均线LENS15日均线，然后下面的第二个均线呢是 LENS2，然后15日均线。然后下面呢计算了这个是一个比率注意看这里是一个均线的一个比率这是取的是上一根棒线的均线和上一根棒线，这是上一根棒线的这个短期均线和上一根棒线的一个长周期均线，然后短期均线除以长周期均线获得了一个变化率，获得一个变化率。那么这个变化率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倍数关系。我这个短期均线的价格呢，相对于你长期均线的一个价格关系。比如说我长期均线的价格是10。然后我的短周期均线价格是10，然后我的长周期均线价格是8，然后就是十除以八是它的多少倍这是一个倍数关系。然后这就是这是一个其实倍数关系就是它的一个变化率后面我们会在这个开仓条件当中呢会用到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仓条件，开仓条件的话，首先呢就是我是没有。这个是一个空头条件，空头条件就是开空条件。开空条件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公式。首先呢，是没有多头持仓，也没有空头持仓，也就是空仓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注意看这个变化率变化率呢大于 n，我们的一个参数 n 设置的是1.2，也就是说这个短周期均线的一个数值呢，相对于长周期均线要大于它1.2倍要大于它1.2倍。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最新的一个价格呢，最低价要小于上一根棒线的最低价做了一个相对于价格突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比较，然后后面呢，这个是上一根棒线的价格呢，要大于前四呃前往前推第四根棒线的一个价格要小于往前推第四根棒线的一个价格，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描述了一个区间嘛，描述了一个价格近短期价格向下突破的一个市场状态然后如果这个条件满足，我们开空很简单的一个开仓条件。
然后后面呢，下面这个是多头开仓，多头开仓的话，这个是 BKVY 呢等于零，然后这个 SKVY 呢也等于零，就是空仓的一个状态。然后 KK N 大于 N，也就是说表示它还是一个短多期均线是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啊，并且呢，然后它的一个最高价格呢要大于等于这个。要大于等于这个它上一根棒线的一个最高价啊，然后后面呢，这个是上一根棒线的收盘价要大于往前推四根棒线的一个收盘价，那这样就描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区间突破啊，然后开多。那么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代码这里有一个错误，如果是一个保，如果说通过均线的变化率啊，一个倍数关系来表现这个当前均线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空头的这里的一个倍数关系应该是小于 N 的啊，小于 N 的才对啊，因为它这个价格，比如说我向下穿，我的短期均线向下穿，如果是八，然后长期均线是十的话，那我正好是描述了一个空头排列，然后而这个 KK 大于 N 呢，表示一个短期均线强势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多头排列啊，这样才写才对。然后这个下面呢是这个多单损价啊，多单损价的话就是，首先呢就是返回，注意看这个系统函数，就是返回数据合约买开仓以来的最高价啊，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问，就是说我要取这个开仓以后呢多少个棒线以内呢，或者说开仓以来到目前这根棒线最高价呢怎么计算呢？那么在文华当中呢，你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啊，BK high 啊，就相当于我是买开仓以来。啊，它最高价减去啊，一定减去这个当前这根棒线的这个最新这根棒线的开盘价乘以一定的损幅乘以0.01，也就是损幅乘以0.01就是3%嘛啊，就我们这个参数设置是3%乘以它最新这个棒线的这个开盘价乘以3%，这是获得一个幅度，然后这个是我这个。开仓以来最高价减去这个3%，我就止损啊，这是一个窄幅止损。这个写法是，你可以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文化当中呢，想要挂一个吊灯止损的话啊，直接调用这个函数，然后减一定幅度啊就可以了。然后下面呢，这个是什么呢？取上一个就是这个买开仓信号的位置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是你这个买开仓信号呢。它有一个棒线的一个序号，棒线序号大于零呢，表示它是有这个多头，有多头，并且呢多头持仓量是要大于零啊。然后呢最新价格呢小于多单止损价格，多单止损价格我们刚才在这里已经计算啊，然后平多，然后空头呢也一样啊，我获得这个空头开仓以来呢历时多少根棒线到目前今天根棒线以内。啊，它最低价是多少？啊，我这边获取到，然后加上一定的幅度，啊，就是我的空头的一个止损价格。空头的一个止损价格出来之后呢，我们来注意看，就是首先呢，我要确定啊，我这开仓以来的这根棒线呢，啊，这个位置是要大于零，啊，就表示我这个序号呢是要大于零，就表示不是同一根棒线，不在同一根棒线开平仓，啊，是就是这个意思。那大于零呢，就表示哎，也许是低于。往后第一根，往后第二根，往后第三根啊，我进行一个平仓。后面呢就是这个 SKVY 大于零啊，这个 SKVY 就是空头持仓，使用的是绝对值，而不是一个负值啊。注意，就是 SKVY 呢，它是一个空头持仓的一个绝对值啊。如果你持一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就是这么一个顺序。它不像这个 TB 或者说你其他的一些像 MC 啊、金字塔，它会。它的空头持仓是一个前面是一个负值啊，比如说其实空头一手呢就是负一，空头两手呢负二啊，但是文华不是这个样子，文华取的是直接就是绝对值啊，就 SKVY 了啊，它取的是绝对值的一个情况，然后大于零，并且呢我的最新价格呢如果大于我的空单止损，刚才我们这边算到一个空单止损呢，然后我就平仓啊，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全部。
啊，这就是一个动态止损。动态止损呢，就是在我们常说，就是核心计算就在这个地方啊，尤其是这个函数啊，这个系统函数，这个系统函数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它直接帮我们获取了我们开仓以来的最高价，或者是空头开仓以来的最低价啊。这个系统函数我们呢，就是要在开发自己的模型呢，可以灵活应用啊，可以灵活应用。那我们现在差不多这个模型呢，它这个模型呢，它的策略代码还是比较短的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相对绩效吧，就是说代码长短是不是对这个绩效影响很大？啊，这个是股指的，事实上这个模型用于商品，但是我们既然已经把它放到了这个股指呢，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个绩效吧。啊，这个绩效并不是很好，因为我这边设置的是，两个滑跳和10.5的一个手续费，股指上不是很好。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商品的一个回测，点如果说你要进行多品种回测的话，你就点这个编写，然后组合回测，然后你这边可以添加，然后在这里选择模型，选择模型。409，然后，然后呢，你这边要选择你这个信号的这个数据，选择品种，先选择品种，然后，比如说橡胶，它这边有信号数据开始时间和信号计算开始时间，我们是从08年开始，然后它用的时间周期呢，刚才我们说了，它是30分钟周期的一个，模型，30分钟周期以上的一个模型，我们就用30分钟吧。然后这里呢，我们用的是内置参数。所以这里不需要任何调整，然后设置它的手续费，1.5，然后滑一跳，然后完成，然后更新一下，然后更新一下，OK，然后再添加一个，没有这个螺纹，用09年，也一样是1.5滑跳一。啊，你可以说是等这边全部设置好之后全部更新啊，不用一个一个更新。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假设设一下这个动力煤吧，这个10块钱，然后焦炭。设置好手续费，铁矿，鸡蛋啊、白糖什么的也都可以上。我们就豆粕吧，有进存也行。我们再添加两个，凑够10个吧。然后添加 TA。或者画风来一点 PP，好的，然后我们这样品种它就设置完毕，设置完毕呢，然后我们要把它们的数据，你注意它的起始时间呢，因为品种的上市时间不一样啊，所以它有长有短，然后我们全部更新一下。好的，更新完毕。更新完毕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直接点这边这个回测。回测的话，我们使用净利润。净利润的话，这根黑线呢，就是它最终组合下来的一个
组合下来的一个情况。事实上，这个组合呢，这里面测试有一个弊端呢，就是我们的手速呢设置的是一样的，开仓手速设置的是一样的。事实上呢，我们应该把它用等量保证金来进行一个不同手速的一个设置。比如说一手橡胶的话，我们差不多用五手螺纹，然后像正枚的话，我们差不多就是三手正枚，然后焦炭的话是一手，然后铁矿的话用两手。那么鸡蛋的话，我们也是用五手吧，还是？白糖的话用四手，正成的话可以用到六手。那么 TA 的话是用四手，然后像 PP 的话三手。那么这样的话，它测出来的，这就是说我们同等量投入保证金的情况下，它测出来的一个结果。使用这个净利润曲线啊，使用净利润曲线，我们就看它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回测结果，这30分钟，差不多最早呢是从08年开始，但是有些品种呢它是在13年开始。那么像有一些品种呢，它可能是不是盈利，比如说像正煤啊，正煤它绩效不是很好，我们可以把它剔出去。然后像焦炭啊，然后像 TA 啊PP 啊这些，那么事实上它盈利大头还是在于橡胶上面。那如果说我们把橡胶删除，我们看一下，橡胶删除之后呢，它的盈利大头在螺纹上面，然后焦炭，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概的一个回测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回测的一个绩效报告。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就是说，它的一个手续费的一个情况。华点损耗，的话还是比较大一点，差不多华点损耗的话是在216,000，然后手续费呢贡献了11万，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十年来吧。然后它的算率呢是比较低一点，就是 24%， 因为我们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参数调优嘛，任何参数调优之下，这里会有朋友会看到，就是说这个年化和复利为什么会这么低呢？首先呢，这个首先你要看到你的这个期初权益，期初权益的话，我们用的是多少？我们用的是50万啊，用的是每个品种50万。那么事实上，我们投入的差不多每个品种差不多就在2万，所以说。很多这个绩效报告呢，就是文华和 TP 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文华呢，它是根据这个期初权益减期末权益，然后算出这个单利，然后再除以这个年化收益，因为它是用的期末和期初权益，而不是用的保证金。而 TP 呢，它使用的是这个投入的保证金计算的，所以说这个绩效会差距会比较大。那么我们这样来说，我们要改一下。我们把我们的投入资金呢稍作一些修改，比如说我们就投入一个5万吧，那个品种差不多就是5万的一个情况。但事实上我们开仓呢依然是只开了这个2万，但是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风险准备金吧。
然后我们这时候点回测，回测的时候我们看直接看报告，看报告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文化收益率会有大的不一样，就这就是它这次，它就是根据这个你的期租权益去计算的。然后这是它的盈利率，然后这是它的胜率，胜率是38.63%，盈利率的话盈利率还可以。就是盈利占总资金分配量的百分比啊，总资金分配量的百分比。那么它的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看它的一个绝对数值。绝对数值的话，它这个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差不多是107.9万啊，净利润。然后盈亏比是1.29，那么这个盈亏比是不及格的，盈亏比应该是要在2.0以上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夏普比率，这里好像没有看到它的一个夏普比率，在这里。那么夏普比率呢，它这个和这个文华计算，和这个 TB 的计算方式呢，还是不太一样。TB 计算方式呢，它这边应该是48的夏普比率，应该相当于这个，相当于这个 TB 的差不多0.48的一个夏普比率。那么它的一个平均的一个盈亏比是2.06，那么这个也是不及格的。如果是按这样的一个38%的一个胜率来算的话，它的平均盈亏比应该是要在3以上最少，最少3以上。然后总盈亏比呢是比较低了，1.29，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就是在没有参数调优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最原汁原味的一个模型的一个情况。事实上，这个模型的板子还是不错的，因为它这么短的一个代码。这么短的一个代码，它并没有进行一个参数的调优，用的都是基本都是默认参数，用的基本都是默认参数啊。所以这个策略呢，你可以后期进行一些修改。我们主要是这期讲这个策略呢，主要是让大家，哎，错了，不是这个模型。这期讲这个策略呢，主要是让大家就是说，通过它这个编写呢，有没有找到一些自己在编写模型当中呢有用到的一些方法，或者说一些自己没想到的一些公式的一些演变，比如说一些自己不经常用的一些系统函数，你比如说像这两个系统函数，你也可以灵活运用，灵活运用，开仓以来的最高价和开仓以来的最低价，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直接用文华的这个系统函数呢直接获取。作为一个原始的一个案例的一个板子的来讲的话，这个模型的案例板子、案例模板来讲的话，这个模型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案例模板。后期还有，其实它还有很多修改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这个区间描述这一块，我可以更细化一点，我可以把它改成布林通道啊，或者说我用一些自适应的一些自适应区间啊，或者说我的出场方式呢，我不单是这个就是止损出场，我可以。不单是这个跟踪止损出场啊，我还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基础性出场啊，或者是使用一些其他的一些 ATR 啊，像这些方法呢，你都可以进行一个演变啊。好的，这期模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